第三十题，若要使测量结果越准确，则上接的玻璃管应符合下列哪个条件？这就是老师上课提示过的，温度计在设计的时候，里面的管子都创出的会比较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体积变化的在高度上会变得比较明显，容易观察，而且刻度可以比较精细。所以呢，我们第三十题问我们说，则上接的玻璃管应符合下列哪个条件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越细。